今天晚上呢，在特别的夜开活动，将由光雕艺术家徐志明把这次植物观艺术家黄伯勋的作品用光雕投影的方式投到这个拱门的作品上。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演出，就是我们的水晶钵以及铜锣。大家对这两个乐器熟悉吗？有没有在这样如此宽阔的场地聆听过这样神奇的乐器呢？没有，对不对？水晶钵呢，其实是非常适合疗愈静心。为什么特别今天要安排这样的节目呢？就是在我们疫情三年后重新再次开启的夜开活动，就是希望大家来到著名美术馆如此美丽的场域，在这个地方我们慢慢的把心静下来。虽然刚刚的表演非常的热情，让大家血脉喷张，非常的觉得哇，现在应该是非常的要赶快回去做些什么事情，非常积极。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夜晚慢慢慢慢的沉静下来，跟着水晶钵的疗愈，跟着吴新明老师，跟着伟晶老师，跟着裘丽老师，越来越安静。大家慢慢把心静下来，听听风的声音，看看这片草地，看看朱明老师的美术作品，看看即将开启的光雕，探索这片美丽的森林。让我们欣赏今天的节目《眠与醒》。